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是能做大事的人，你这么安排我，我屈才呀！我一直在鼓励你，我一直在认可你，我说的还少吗？我就是不明白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呀！行，你说，你都说出来。我不需要你的钱，我也不图你的钱。生活上，食堂里有一口吃的，你房间里有我的位置足矣。工作上。 我要你公司的股份，多少无所谓，要么成立子公司，再不行，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也可以。我只要一个用武之地，这个名分我必须得要。你看你像什么样子啊？你是女人吗？你在吵吵着要名分？哪怕我挣的所有的钱都给你，我的要求你必须要满足。来，尝尝这个茶。 我就那么几个简单的要求，就那么难吗？第一，我不需要你赚钱；第二，你的要求要在我的规划范围之内。秋风，别人不了解你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不要以为你自己有多了不起，你除了家世优越，你有什么真本事？ 你不就仗着出个镀了个金吗？学点假大空的理论，你就当自己是商业精英了？仗着出身天然比别人多一些资源跟渠道，你就当你自己是卓越的企业家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才是资本市场实战过来，论能力、论经验，我哪一点不如你？你凭什么这么安排我？别说了啊，再说伤感情了。伤感情我也要说，你跟个疯子似的。疯也是被你逼疯的，你才是个疯子呢。瞅瞅你给公司起的是破名的"疯子投资融资有限公司"。 不允许你侮辱我公司！就你还好意思叫这叫公司啊？那么完整的项目交你手里，如果不是我提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去运作。当然了，你也有你的能力，甭管什么东西交你手里都能获个奖，什么烂茶叶、破电影。出去！我千里迢迢为你来，我还无偿的献上我的项目书，你让我滚出去？我就是这样，你要么给我忍着，要么给我滚。我就不滚，就不滚。啊， 流鼻血了，躲开丢丢。哎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现在是蓝带，你得多锻炼身体了。让你受委屈了，眼镜都歪了，给你戴了。让你受委屈了，你果然把我当成了丢丢。 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想法。如果你要作的话呢，要在我的范围之内，懂了吗？这院子太大了，喝了，真棒！哎呀。 你表姐入职了，不管他咋办，废了。你这专门管废物，你是干嘛了？废物天使啊！你以为呢？来，要不把他介绍给你吧，我觉得挺合适的。不要，咋了？人家正经院校毕业的，还配不上你呀？我还是喜欢那种不正经院校毕业的。哎，我怎么觉得瑶这两天有点废啊？不行，把他也拉过来吧。随便。 小姐，你们来了啊！谢谢。我说，哎，这么老些人，合着就买这一个呀？你想吃啊，自己买去呗。大伙儿来都跟我往这边走啊！小子，学着点吧，会来事儿啊。嗯，走吧。咱们这个镜头从女演员的脚开始，顺着小腿缓缓的往上摇，男人最喜欢看女人。 弯起足弓，缓缓地穿上丝袜的这个过程，这也是我们能够在镜头上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的艺术表达，都明白吧？明白了。好，各部门准备啊，来开机，预备，开始。
瑶瑶，你有点状态好不好？你这样怎么能吸引买家呢？蔡老板，这导演请的演员也不在状态呀。可惜了我这5万块钱投资。这么贵？连导演。啊，那还可以。你性感一点儿，有点女人味儿，好不好？啊，再来一遍，来上词儿。开机，预备，开始。漂亮。不行，我受不了了！狗屁的艺术表达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别想弄网上给我当色情小广告。咱这有这一出吗？材料一定要用好了，别做出什么问题来。那好办，就用那墙板子，简单实用还美观。嗯，你弄个预算，我肯定把这事弄得好好的。放心。好，基础的配套设施嘛，就空调，网络。嗯。燃气灶、油烟机、马桶、盥洗设备，哦，1米5的双人床1张。嗯嗯。啊，记下来了吗？记下来了。放心，我也记着。兜兜转转的，又搬回到这个破地方了。这就跟我的人生一个样啊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低头一看原地杵，好家伙，我这是半天，我连一步我也没迈出去过呀。好了，行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给我干嘛呀？拿酒瓶是不是又想给我来一下？不是，这事儿你怎么还过不去了呢？瑶瑶，你听我说啊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原地杵它没什么不好的，你就比如说欢子。欢子人就是一头杵在了房地产的行业里面，结果呢一眨眼生了根了，然后现在长成参天大树了。我就算我再生根，我顶天我也就是长出一棵草，你就别拿欢子刺激我了行吗？就给我行，我陪你啊。换的说了，往后你就跟他混吧。跟欢子混。嗯。那就混吧。Thank you.
谁呀？谁？方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常大哥，方子他怎么了呀？没啥大事儿，跟我之前差不多吧。从北京一路走回来的，可能有点累吧。走回来的？还淋雨了呢，现在有点发烫，我就给他冲点退烧药，亮亮给他喝了。哦，那个是有点烫。哎，常大哥，把药给我。你再晾会儿，他有点疼。没事没事，我吹吹。馒头，把嘴掰开。馒头，方子，你醒了。我以后再也不要离开你了。再也不要离开你了。你说你像个耗子似的，你咋溜达到这儿来了呢？常大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文童。我知道啊，咋了？我喜欢文童啊。你喜欢呗，咋的了？人不喜欢你，你有招啊？你不用瞪我。喜欢这种事儿，不是你一个人能说了算的。你是因为失恋，才从北京一路走到这儿的。那方梦初是为啥？难不成他也是因为……我跟你说，你不管他因为啥，那肯定不是因为失恋。女朋友在怀里呢。你干啥去？去茶园走走。你不吃饭啊？不吃。那你一样，饭也没惹你。常大哥，你是过来人，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一下。
啥呀？你说，我该怎么样才能从这种爱而不得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啊？三个字儿，不去想。不去想。不去想。你从北京大老远走过来，就修炼出这三个字儿啊？人生所有的苦恼，都是因为这三个字儿。不去想。我做不到。人生所有的苦恼，都是因为做不到这些。哎，小泉，饭好了吗？方子他饿了。不去想。不去想，不去想就不饿了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笑哥给你熬的汤，来，你趁热先把它喝了。文彤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够好。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。我这次回来就不回去了，我以后好好开矿赚钱，跟你好好的过日子。怎么，你不想啊？我当然想了，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，怎么样都行。来了，怕啥呀？走，就你别拉我！哎呀，我说他爸，方叔叔、阿姨，叔叔阿姨好。臭小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哎呀，他爸有话好好跟儿子说。你别管，爸，我这次回来是……你行了，你不用说，我不想听你解释。老方，爸妈，你这干嘛呢？这儿子刚回来，老支书啊，嫂子，你们来的正好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去你爷爷老屋，当着你爷爷和列祖列宗牌位的面，把事情给我说清楚了。有什么话当面说清楚不就好了？你把爷爷扯进来干嘛呀？因为我现在不信任你啊。跟我走。哎，他爸，走，去爷爷老屋。妈，走，快来，走，一块看看去吧。走，走，走。他今天必须把事情说清楚。你说你爸真……看什么看？今天啊，你就是当着你爷爷和列祖的这种面，把事情给我说清楚。
爸，跪下！你们这儿还兴这个哟？这有啥？列祖列宗在上，罪人方孟初在此。我方孟初发誓，不再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，就在这绿野新村，跟我爸经营矿山，和文通好好过日子。可是啊，我还是不相信你。只有你尽快的跟文童啊把那婚结了，这我才放心了。我跟文童都已经说好了，就等你们老人家定日子呢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择日不如撞日。今天啊？谁跟你说今天了？我是说尽快。老直说，嫂子，你看这日子就定在下个月的月中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下个月月中。太急了吧，我们得准备准备。就是，这只有十来天了，来不及了吧？哎，也没什么好准备的。我跟老方呢，都是党员干部，咱们两家的婚姻啊，一定要从简，就把那新房收拾收拾，添两个家具，在院子里面摆两桌，把这个老亲少友的请几个就行了。十天八天，也差不多啊，时间。还行。那我们就听老支书的。你啊，跟文童结婚了以后，你就来接手我的矿，这样我和你妈我们就放心了，听到没有？听见了。老邱，把你电话借我用一下。嗯。看这多好，有啥事说开了就好了，是吧？你说，哎，大旺哥，王书记，说，区里对我们新村的改造非常的重视，董书记特地准备了一场动员大会，要求区村一级的干部和企业家全员参与，我来通知你。这事儿你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？你还跑这么远，顺道来看看你。你别跟我搞这酸不溜溜的啊！就为了打扫卫生，董书记开这么隆重的一个大会。反正董书记就是让我这样通知您的。那个孟初呢？方子在那打电话呢。啊，说我找他一下。啊。你回家了就好，我还以为你……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就是霍启明搞的鬼，就是他忽悠陆瑶瑶偷了你的策划书。无所谓了，不管他们想干什么，我都不在乎。反正现在我的梦想没了，我也就认命了。也许这样对我自己对他们来说都是件好事吧，所以现在我不想被打扰了，希望你能理解，也麻烦你转告他们。好吧，我理解。这样以后你这边需要我帮忙的你就随时说。房子的事我和家里说了，你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。哦，对了，那辆车我扔在北京了，麻烦你替我送给瑶瑶吧。哦，那有什么话需要转达吗？你就说，算是我的一种补偿吧。就这样，挂了。我没故意偷听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肯见我？不为什么，就是不想见。回来也好，梦想不一定都在远方，或许就在自己的家乡呢。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提梦想这两个字了，从今往后我只想赚钱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因为一切都是假的，只有钱是真的。这个就是你最终寻获的结果和答案。没错，所以请你以后
也不要再打扰我了。我懂了。那你结婚还请我喝喜酒吗？待会回来。我是说啊，这区里突然开这个大会，我老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一样。哎，你这么说还真是，从来没有看到过大王哥这么严肃。是吧？嗯。再聊天就别来上班了。干嘛去？我上厕所你也管啊？管得真宽啊！我早管你，你现在不至于这样。又说这个烦人。什么好吃的了？哎，快喝，给你买的酸奶。这车了还管我借钱啊？不得加油吗？这就是你平时串场的地方啊。我还总得吃饭呀。好干吗？这家还可以，无非就是陪客人唱唱歌、喝喝酒，收益还算不错。走吧，进去吧。不为别的，你还得养车呢。你自己去吧。那我要去找方梦初。那好吧。祝你好运。
刚才的政策宣讲，大家也都听到了。这次政府的决心非常之坚决，而农村产业转型这一步，首要的工作在于关停污染企业。没有这个决心，产业转型不过就是一句空谈。那么这一步，我们必须迈得义无反顾。看来这次去里啊，要动真格的了。怎么可能啊？哪家企业没有污染啊？要是关了，面对如此重大变革，我们的工作也不能一刀切，不妨如同当初一样，先进行试点工作，再全面推进。所以啊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当中有哪一位想率先迈出这一步啊？童书旺，我看你这个笔记记了不少，一定会有想法，不妨说来听听。书记，我也没什么想法。没想法？不可能吧？也不是说没想法，我是没有意见，我赞同，我支持。那就好。那我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都来说说。核心镇是重点工业镇，既然政府决心这么大，要出手，就得先挑硬茬子。我与青山两不负，彭书旺办事靠得住，我支持他。我说你们好啊，既然大家都支持你彭叔啊，彭叔啊，那这个试点工作就从你们镇开始吧。好的，书记，但是同志们，你们不能因为我就出过了几本书就拿我开刀啊。什么叫拿你开刀啊？这叫众议难为。彭书记，彭书记啊，刚在会上我们实在是不得已，所以啊，我们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。有什么不得已的呀？彭书记啊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？下一步怎么做？这你们在大会上跟董书记一唱一和，抓我当典型，那我只能忍痛执行了呗。别别，千万别！我们看董书记态度坚决，而且啊对你有益，在场我们只能顺水推舟，先把你推到台面上。可其实呢，我们怎么真的忍心把企业关停啊？所以啊，我们现在衷心地向你表个态，你一定要坚守住啊！我们支持你。不是，你们这话说的，我怎么有点不太懂呢？这还有什么听不懂的？你们核心镇是工业重镇，如果你们启动了关停程序，我们都要完蛋。对，所以啊，我们挺你啊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王书记，只要你坚持住，我们保证这阵风很快就会吹过去的。我现在好像有点听明白了啊，董书记招我当典型呢，是为了促进整个山区的企业转型。如果说我们镇关停工作顺利的话，那你们一个都跑不了，全部都得关停。如果说我们镇的关停工作进行的不顺利的话，那么上头有可能就此罢手了，那你们也都得以保全了。这个是这个意思，不过你说的太直白了。话嘛，说直白点更好。好好，那彭书记，那你就辛苦了啊，走吧，走吧。二叔，别人看不懂，我还能不明白？到底是谁跟董书记一唱一和的，演双簧呢？话也不能这么说。无论是轮到谁的头上，董书记总得表个态吧。咱们镇啊，
是企业重镇，他拿你做了典型，你又准备拿哪个村子开刀啊？那也只能是您的明星企业村了。知道，没有您，就没有绿野新村的今天。当年，是您把这一条穷山沟打造成了明星企业村。这些奖状，还有奖杯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都即将快成为过去了，留着这些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这么说，你也是支持我的？我是老党员。你说政策、法规、人情、道理，我哪个不懂？我就是不舍得，我必须得争一争，扛一扛。其实我也知道。扛不住的，我也知道我老了。既然这样，就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你们年轻人去处理好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您的地方呢。再说了，您哪里老了？您身体这么硬朗，年富力强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管我叫老支书的？那只是昵称，就好像叫老师一样。昵称，油嘴滑舌的。亏了你，还是个能够压得住场子的领导干部。可是啊，在我内心里，真的非常看好你。我也非常希望看到过去的山水。还有未来的新农村。叔，你干嘛呀？都烧了吧。烧了它干嘛？这可不能烧。我一再的坚持留在这个城市，即便成为你的影子，背影越来越小，含着眼泪却带着微笑。时间重复着昨日的忧伤，让我不停的坚强又不停的迷惘。站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我是否应该留下来，还是独自离开？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前程在远方一起翱翔。
在的隐藏，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模样。我厌倦了伪装，所以有些疯狂，就算还有一点的希望。一天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无奈所有的失败，所有的悲哀，走开。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，青春在远方一起翱翔。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